好，感谢七九三温暖的演出。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那个系统吧。那个就是我没有办法从技术层面去解释我用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但它的声音就这样了，就想模拟一个在这个急诊室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急诊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其实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声音，只有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声音就会很好。就是我要演示一下，稍等。对，当它很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人来到急诊室。当它变得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可能救护车就来了，然后送来了一个病人。然后呢，我用了一段，在这之外我用了一段的人声采样，就是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在同一个游戏当中，所以说
生命当然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把它当做游戏就可以了，即使是专业的人士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说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一些其他噪音的概念，同时在抢救一些其他的患者的东西，感觉是这样的。然后特别感谢那个我使用的这个盒子的提供者，那个Kevin 老师，然后这个 BT 啊是他的这个牌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我这次用的这些块除了这里面这些都是基本都是国内的玩家在复刻还有那个原创的一些块，然后当然也有那个这次参展的乌格老师做的这个叫 delay 吧，2399啊，可能是叫 delay。 然后我在人生的东西放到我用到了他的这个2399的这个。 in the same game。就是当你抢救的时候，从病人第一名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声音可能就听不清楚了。我用一个 delay 然后把它去演示进去。然后同时呢，我在这个人声做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变声器，然后让它在过程中觉得像一个节奏，像鼓点一样。然后这个还不太像啊。对，这样就像重复以后就像一个节奏的部分。剩下然后我用了一个，然后就是这个在哪儿呢，在这儿，不对，是在这儿，我把它放哪儿了，刚才这个 mixer 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它没有声音。然后用了这两块，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反正我挺喜欢的，因为他们声音还蛮燥的啊，好像没有声音了。然后同时用了一个国内的那个，他们也有展台在 Air 那边的，他们做的一个滤波，还有一个是 VCO 吧，还有一个噪音模块，基本上就这样了啊。然后我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一个人声采样和一个做的双 VCO 的一个块，然后就这样了，说完了。好像没说明白。